懂？吃的时候是很简单，所以你要浪费它也是很简单的。好了，我们这一次呢做的呢就是不喷农药，让它自然的成长，像你们这样子就快乐的学习。我们要珍惜食物，所以就不要浪费，不要广寒。本来堆很高，它就腐化掉，它就又矮一层。当它腐化了，矮了一层，然后我们下次我们又要放仙草、枯叶，这样子放一点，看它哪一个不够，我们再补充给它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等一下要规划我们的菜园，这个是4M8的菜园。我们这种泥土，那我看怎么看，有蚂蚁，有很多生物在里面。这个泥土，你看它是湿湿的。它已经跟我们的吃的厨余跟那个枯叶磨已经是变成腐化性了，所以你们要不要尝试一下磨一下？这个的你可以先画，跟着这个这样子的形状画，画的时候就剪就好了。它是什么种子？你们猜。种子可以通过这四种的方式来观察它的形状、花纹、颜色去观察。来像红豆，其实它是四面豆。这个东西叫做小麦，它里面有很多颗种子。你只要扒开一个洞它，丢三粒 ，OK 好，然后盖住它就可以了。